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内地女演员赵露思在都市爱情喜剧《我喜欢你》中的多元化表现，展示了她在不同类型剧集中的出色演技。我喜欢你是一部都市爱情喜剧，讲述了主人公周漾和顾景之间甜蜜的爱情故事。赵露思在剧中饰演了女主角周漾，她的表现既有温柔又有幽默，为观众呈现了一位活泼可爱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。在这部剧中，赵露思成功地挑战了自己，展现了与古装剧、仙侠剧截然不同的表现力。她在剧中的演技充分体现了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，以及对不同类型作品的敏锐把握，这也证明了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多样性和潜力。赵露思在《我喜欢你》中的表现再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使她在演艺圈的地位逐渐稳固。这部作品为他的演艺生涯增添了丰富的多元化色彩，也让观众看到了他在不同类型剧集中的出色演技。总之，赵露思在都市爱情喜剧《我喜欢你》中展现了他在不同类型剧集中的出色演技，证明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多样性和潜力。相信未来赵露思还将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。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，如果您喜欢，请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视频，再见。